啊，是啥货？好气哦！这也太坑了吧！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车车开过来，刚那台大车不见了。嘿，送你一台车，哎，不行，哦哟哟，送车送车。正常开不进去，有没有？依靠着这个力量就可以了。最大的应该就是那种车车了。或是到大货车，应该没有再更大了。开走，算了。好，再看看有什么特别的，其他的都看过了。对啊，我们之前获得到也都有玩，脚胶好像也都还好，前腿残废。哎呦！四肢残废，我感觉我还是很好，他只是走了有点坑而已。什么鸟东西？你们要吃把木？你们要吃把木？什么鬼东西？运动鞋？我好晚哦！我们有任务是十个人呢、欸，十个人不容易耶、欸。同时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，十个人，十个人，还好像累积的样子，叫你俯卧撑。俯卧撑不会、啊，俯卧撑连俯卧撑都做不好，啊，都不懂尊师重道，啊，看人家邪恶香蕉人，哦，还没有在做事，滚，莫名其妙，哦。踩高跷，哇！哎，到达市中心最高点是不是？哪里哪里？我感觉我有点可以做得到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特别觉得这高处啊，我好像是可以爬得到的。今天的我特别有本事，我的天！What is happening？ 这山羊怎么可以爬这么高？它还在爬，它还在爬。那我有没有办法爬这个？哦，不太行，因为我本身就很高了，好高好高。要爬到市中心最上层，那有什么困难？我不晓得其他玩家是用什么多辛苦的方式啊！我的技巧就是走路。看到成就，看到成就。啊，有点过不太去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
最高点，最高点。其实说切换角角应该就可以了。飞哦！换上一般的鞋子。他判定我们在底下。我们已经飞上去了，不给作弊，小气爸爸，我没有作弊啊，我只是爬得有点快而已。可恶，被他发现了。直接传送回地面。这样子他感觉其实用途就不大啊，因为他这都爬不上去啊。我的天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利用真本事。我的天，冷静冷静冷静，魔豆，魔豆的话应该就可以了，只要它可以种在这附近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爬得很高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再一次，有，那附近在放烟火，我有庆祝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没有问题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还好有装翅膀。哎，那也太难拿了吧！必须要的。市中心最高点 ，I made it！ 热气球购物车乘坐，就这个啊。现在果然真的要到那个上面，它那个底下其实有一台车，只是这是有办法的吗？我们先卡在它上面看可不可以。不行没有任务完成，所以一定要去它底下购物车。这不容易呢。我们慢速下降，跟随着他的脚步。欣赏风景线，这样算有了吧？我乘坐了欸，我乘坐购物车了欸，坐着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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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猛哦！那我们再看看吧，鞋子都有了，身体应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脚也是，没有能力。OK。
飞走了。我稍微看看哦，市中心饰品坡道秘密任务，自由岛，自由岛的秘密活动没有完成。秘密活动比较是那种任务的样子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去去看。好，那我们去找找，欣赏风景。有这种翅膀其实还不错。会有那也可以说说，看看在哪里有没有，我们就直接过去。到达自由岛的最高点啊，这我们可以先。我硬是冲上来。哇！火箭先还是有很多的方便之处啊。那我是卡，我是不是卡住了？火箭蝎，你把我逮去哪了？什么鬼地方？哎、欸，最高点不就这里吗？自由，对啊，这是自由岛啊，自由岛没有比这里更高了吧？这里我们之前不是有上去过？之前可能没有踩到头。被渔夫钓到。啊，这个本人就超级之放弃啊，这真是很莫名。啊，其他的其实超多哎、欸。看有没有自由岛的，好像没有。VR 五分钟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自由岛有秘密活动嘛？我们找一下自由岛的秘密活动。谁知道会在哪啊？其实有些任务就是你一定要刚好走到那里，然后就会忽然间 biu 给你一个。我们之前也有几个是印象中有几个是意外找到的。啊，对，这直接下来。我是不是又被卡了？哦哟，特别容易卡住。哎、欸，其实自由岛很小哎、欸，就这一区跟这里。那我觉得可能三阳塔附近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小山区，说不定就有它的任务。任务点，为了找任务，绕一下山。感觉这样好像不如直接去看。好，我 Google 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攻略可以看看。模拟三阳山自由岛秘密任务。